一没的我想打过去他。错了没有？错了没有？我可能把光棍拿看，我看给你买的啥礼物看，不就？还要不要？还要吧，要吧。还要不要？哎呀！那你错了没有？接过来，接过来。听他的妈的去！现在说的没有屁听话了。哎呀！他说我听话，他说你没屁听话，就说这一句话就生气了。哎呀，姑娘。屁没你听话，屁哪有你听话？秦英，快点看你的礼物，快点要吧！哎呦，这一大下子，看过来，有，看这一大堆礼物是啥门儿？看过来，那个，哎，是买的？是干妈买的？是妈妈买的？小老听话，听话，小老弟听话了。屁屁不听话。对，你可别说屁屁没。屁听话，你得说他听话才行嘞。那不行，那谁听话就是谁听话，谁不听话就不听话嘛。阿笑也听话，阿笑也不哭了。阿笑，俺看看啥礼物哈。笑言生爸爸的气，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。是，你说是我的，爷爷给我。我笑，屁屁大了。那你还生气吗？哟，呀，裤子。看看这个裤子，看看这个裤子，耶，这个裤子才好看。这个还不小了呀。这个裤子得几岁啊？这个得十老嘴儿才能穿。十老嘴儿也大了比小了强。这谁买的？啊，俺这后头还带大包。大你光天才穿，上学的时候啊。那这一个吧。哇，这个也是裤子。这个也是裤子，耶。他干妈把他的十几岁的裤子都买来了，看你干妈多疼你吧。哟，这个裤子漂亮，这个也不小，还带花。那这个也得，这都是差不多的，就那七八岁。这个夏天能穿。哎，这也得十来岁才能穿。来，比比来，站一下。到这可以了。谢谢干妈，我买的裤子太好了。你刚才为什么哭啊？干妈最不喜欢哭。哎呦，看这个大件是什么？哎呦，气死你了！俺俩闺女都是带生气，那么爱生气，干妈就不给他们买东西了，不喜欢了，知道吧？这是什么呀？哇，这是个稀罕物，你们没见过。哟，这好像是吃的。哎呦，这个大一包。抱着，哎呦，这一大包，哦，给你姥姥买的，给你姥姥买给搁里头吧，你姥姥再吃，在里头，姥姥再吃，人南方这个不是都吃这，咱没吃，真是大单机，我看多少画都像个大单机，这真是的，你跟他买的一样的吗？差不多，跟他买的一样的，也是这样的，公驴生锈。搁下来吧，多的、谢谢娜娜，太有心了。谢谢娜娜，谢谢。哎呦，可没少给买了五件，你看看。